我熊熊才听到这个管大爷啊，不是看看看熊，好，啊，伊开始用走的，为什么呢？伊看到我过车路，已经走起来，头前有一个施工围起来，伊惊我弄着，啊，搁路的有车，已经挡袂住，把我救啊！伊讲，你有需要帮忙吗？好，而且是用一种很怕伤害你自尊心的那种口吻哈，跟你问，啊，跟他对住吼，我咧才甲问，我讲，其实对我对这句话就无，你讲你哪会知？我讲吓我听的，吼，啊，我甲讲，其实我拢无感觉出来，你并不是咧甲我对，你是咧甲我关心，你为啥会出声？是不是因为你惊？你伫咧遐开这个，那种咱在问的时阵，是不是伤害我的自尊心？所以你不好意思跟他讲，看我个真安全，啊，就卖甲我问，看我的安全，你就离开对无？你讲对。啊，其实同款咧，甲阮斗相共。不过以后我感觉是一种咱人权，一种尊重，吼、哦，伊毋是同情。啊，所以我迄感觉讲，哦，真正是就欢喜、就温暖的一种感觉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倒来想着讲，阮来比较这个舞台的表演，就敢若讲，普通时恁对阮来讲，就是拢在边啊，安尼虽然是甲阮看的，毋过阮拢有感受着各位对阮的关怀。但是咧，尤其是上重要的时期，诶，这个所在就是大家如果出钱出力，把阮鸟语水安全过完这个马路，多谢大家，好、哦。所以呢，鸟语水一定爱趁这边阮如果这个循环上尾一场爱好好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确定啊，上尾一个节目，吼、哦，啊，阮真正足希望啊，会使趁这个上尾的表演吼。哦真的代表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心意啊！对阮无看的人来讲，大家啊，刚刚那个雷，把酒赶快，好，阮远渡重洋吼，为台湾安尼吼，甲阮领导安来到美国，啊，阮安全啊，伫遐，而且安尼甲阮表演啊，啊，阮通去佚佗，啊，阮足欢喜，安尼安全来啊，开开心心的回去啊！所以，而且一定爱过来唱这首《你是我的眼》来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？
Bye.